7月25日，小芈月的扮演者刘楚田晒照与网友分享自己的暑假生活。照片中有她正在梦中熟睡的时候，吃东西时萌萌的样子，逛街时露出阳光灿烂的笑容，游泳时十分开心的样子，还有她坐在床上玩平板时的一副认真的模样，可以看出她的暑期生活特别丰富多彩。对此，有网友纷纷评论道：“甜甜真可爱，从小芈月就开始喜欢甜甜，太可爱了，甜甜越来越漂亮了。”还有网友开玩笑道：“刘楚田小朋友，你可爱了那么多年，不累吗？”